各位大德菩萨，你好，阿弥陀佛，非常感谢您来收看我们佛教慧心所推出的素食之美这个烹饪教学这个节目。当然，这个节目在很多的师父以及所有的师兄姐这个鼓励气之下，能够让我们这个素食啊，在我们这个地基，让我们地基所有的好朋友们知道，寿谢为他煮，我们要煮出最好、最简单、最营养的这个素食的料理了。所以想，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素食之美有好的内容之外呢，当然最重要的还要我们电视机所有的好朋友更多的鼓励跟更多的关怀，让这个节目啊能够有更多的内容啊。那我们在这个往后这个节目里面也一连串会有推出很多的这个包括家常菜，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养生的料理，当然也有您非常喜欢的。如何吃出这个非常瘦身的这个身材？当然也有我们的台湾的小吃、日式料理、这个港式饮茶等等的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呢，要提供给我们所有电机所有的好朋友。当然也有我阿成所提供的独家的配方，私房菜。所以我想这个内容非常多，当然有好的内容，我们要需要好的厨师呢来做这个烹饪的一个教学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请到很多各饭店还有厨那个各餐厅的这个主厨来做我们这个电视的一个教学的这个讲师呢。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呢要请到一位是在这个素食界非常有名的一位陈坤和陈主厨呢，为我们来做。今天的第一场这个示范，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主厨。哎，主持人好，主持人。陈主厨，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啊。那我们知道哈，这个节目今天哈是第一次的这个播出啦，对。所以我们电视机所有的好朋友刚刚来看麦哈，这部这个好不呢？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是名师的料了哈。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陈主厨这个，这个牌子是，哦，这个是今年。那个我们高雄的参加比赛的，对不对？观光季厨艺竞赛的银牌奖，观光季厨艺竞赛的银牌奖，所以我想请到这个是都是一些拿手的好菜哈。那不晓得今天主厨第一道带来给我们所有的丁记所有好朋友的第一道菜是什么样的好菜呀？这道菜名是罗汉斋，罗汉斋。当然好像我们这个系列是属于比较。家常菜的，对，所以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我们需要弄最简单的，干嘛好的，这寿星哈，免他煮也好吃，免他煮开快乐，用简单煮开的快乐嘛，对对。所以家常菜非常简单的罗汉斋嘛，哈。罗汉斋材料有白果、白萝卜、红萝卜、小冬菇、小黄瓜、法菜、素螺肉，调味料有酱油、番茄酱。高汤、香菇精、太白粉、胡椒粉。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白萝卜，白萝卜，白萝卜，然后红萝卜，红萝卜非常天然的，对对，小黄瓜，小黄瓜及白果，还有白果这个叫做银杏嘛，对对对对，啊，这素罗肉。那不记得银杏要买当我们记得一般如果要配色的话，对，配色可以。那个竹笋可以啊，竹笋也可以，玉米笋也可以，玉米笋都也在的，对所以很多的一个调配的方法。罗汉斋就是一些颜色搭配出来，这样子就可以了。一些法菜，法菜，这样子。好，那我现在先怎么样来做才会好吃？好，我现在跟大家示范一下，示范一下哈。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陈主厨哈，虽然说人家让底督班哈，这个刀子很重要，不过今天那米又没有用到刀子，对对，看他怎么来做。这个先用挖球器把它挖出来。挖球器。挖球白萝卜，如果没有挖球器怎么办？去那个我们那个超商去买，现在都有在卖了。就有在卖的挖球器。那如果没有挖球器，就切成滚刀块。滚刀块也可以啦，不过挖球器这个你看，哎呀，这个圆圆非常小小圆好看。虽然说在家里哈，你处理住哈，简单的其实就觉得这个用心一下哈，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哈。希望小孩子非常喜欢，你看这个圆圆好像球一样。球安尼袂歹就对啦，哎呀，这个。这乌开，这也袂拍算个。像这乌开，你这个红菜就乌开，啊，其他的袂。咱来当熬制高汤啊。熬制高汤。对啊。我们知道哈，这安尼这寿司嘞哈，熬制高汤是非常重要的。你安都无坑这个米数嘛。对对。所以高汤熬制，待会我们主厨里面稍微讲解一下，这个高汤。你厝边那做这高汤，开好食，开好啉就对啦吼。汤头开。太水太赞好，这个是小黄瓜，对，小黄瓜，
每一样都跟他挖球状的，对，那个球非常可爱。小朋友这边想，不管是我们李主任住这寿星哈，人家老少咸宜嘛，我们这个小孩子喜欢，我们这个大人啊，老人家都能够喜欢这个菜肴哈。现在这些我已经挖好了，我们要先过滚水烫过，这个我已经是烫过了。这个大概会烫过了哈。对对对，这个已经烫过了哈。烫过之后就准备要来做这个烹饪。烹调，对对对。好，那我们煮出来，待会来示范哦。材料准备好啊，要来煮，要怎么煮呢？弄什么样的方法？弄什么样的程序哈？要来煮出上好吃、上简单的这个罗汉斋了。好，来，我先把材料请煮出来做示范一下。这是刚才提到的白果啦。好，所以讲这个按照这个寿性哈，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哈。然后在我们这个陈主厨这个示范之下，希望我们电机所有的好朋友，一旦把这寿性哈，煮寿性哈，变成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的哈。啊，把这个准备好的东西都放你半点管。对对对。那这个量大概是大概几人份？四人份。哦，差不多你家里大概一家大小差不多四人份至六人份都可以的。对对对。好，我们请主厨来做示范。现在就来示范一下。好。好，你这个示范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我们这个素食哈，还强调是比较能够健康的饮食哈。像我们最近哈，这个政府一直在强调哈，这个饮食能够什么？三低二高吧。对对对，我想主厨上次也，我跟他聊天说，他也是我在你这些烹饪当中哈，都能够让这个饮食能够营养分能够三低二高哈。那我们会慢慢说哪三低哪二高，会慢慢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哈。好，首先我们先把油放下去这个锅之后呢，爆香这个芹菜。哦，这欠香的对了哈。一般按这个啦，一般你除了加车的，可能我们这个肠啊啦。这个蒜头的欠巴，按对按几那我们是的芹菜煮啊，嘛赶快的是用好个的对了哈。欠巴了后，各有那个酱油，还那个炒香一下。三小匙的这个酱油，对对对，欠巴炒香的哈。然后番茄酱的这个番茄酱，对对对，来。哎，我们在一般在炒菜好像很少这样的程序嘛。对，这样子才会香，而且颜色也比较重，颜色跟那个味道就会出来，就是味道香味，那汤皮都出来哈。对。那主持人，你刚才加的是什么东西？高汤。那高汤你都熬制好的高汤。熬制好的高汤。那你这个熬制高汤有没有什么秘诀要告诉我们电机所有的好朋友？其实跟高汤的材料呢，有番的番梅骨啦，啊，甲咱的香菇头来做伙来控制拢。哦，番梅骨。哎，香菇头，香菇头，啊，佮咱谈多啊，咱谈多即，哎，对对对，红萝卜啦，白萝卜，即种嘛是，即种是熬制高汤非常好的材料。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属于蔬菜的天然的甜味，我们就不用放这个味素了哈。对对，那这是香菇精嘛哈，那个香菇精。那这样烩下去大概烩多久？对，那个汤汁收到那个萝卜都有吸味倒进去就可以了。那我看这个主食旁边这个是小黄瓜，还没有下锅。哎，这个等一下要下锅。哦，卡贝那个欧伊。哦，卡贝欧阿伊的，这个是青菜类的，按卡板下锅了。那个锅盖给砍。所以这个罗汉斋呢，顾名思义就是怎么样，好多东西汇在一起。对对对对，罗汉。其实你有什么材料就可以放进去。哦，这是随意的，像休息一样，对对对，非常自在的。哎，这个不错，罗汉斋。哎，罗汉斋。那我们再熬多久？这个焖着三分钟就可以了，三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汤汁收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好，三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对对对，一共。所以想这个这寿性哈，我们还是觉得是，虽然说跟你以前可能在家里做的不太一样，你把它变成素食这个材料哈，其实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非常快的。一样对。哎，等等，我们法菜没有放啊。法菜我看到了，哎呀，没有，其他事，不好意思。在家里面比较天然的方式，弄熟也可以啦。哎，要用夹子。少许的法菜就可以了。对对对，少许法菜。啊，搭配用火开，用火开。哎，法菜雕在这萝卜球顶面，安尼看起来超好看。所以你看，这个每这样一道菜哈，在做法里面是非常简单，按你厨两边煮哈，算这个让我们这个小孩子然后老人家哈，这样你看这个色香味颜色，刚才我们看到颜色非常的漂亮哈。对。这个我们参加我们今天做这个素食之美这个节目呢，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我们丁基所有的好朋友能够一起来推广素食哈，让我们素食哈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的喜欢。对对对，好好，可以了，汤汁收汁的差不多了。对对对，哎呀，
然后一点太白粉勾芡哦，不用太多。这个勾芡主要是的用意是让它这个亮度啊，而且也也比也个凋零。最后要起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点的，对对对，这个太白粉勾芡的东西，也比也凋零，但是味道就能够附着在这个食物的里面。对对对对对，这是非常好的简单的示范。哇，你看，等于下去就亮起来了，马上亮起来。好，这样子就可以起锅了。好。这一道罗汉斋，哎呀，这个呈现在我们所有的电视所有好朋友这个镜头之下，哎呀，罗汉斋。好，你看，我想我们今天哈非常再一次感谢我们这个主厨哈，来示范的第一道的教学，我想这是我们这个素食之美的第一道的这个菜肴啊，罗汉斋，相信我们电视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喜欢。当然我们还。接下来还有好几道的这个家常菜，马上回来，稍待一下，谢谢。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这个素食之美啊，素食的美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可能外边的这个陈副主哎陈主厨啦哈，陈主厨哈，伊的这个参加足球比赛哈，当然我们在刚刚已经示范的第一道这个罗汉斋哈，这个家常菜哈，那我们这个家常菜有要准备这个班里厨的酱，差不多五菜一汤啊，所以我们大家会陆续会介绍一些汤的做法等等的，在这个家常菜的搭配的五菜单怎么搭，今天又带来哪一道的这个家常菜？这一道是黄瓜珊瑚。黄瓜珊瑚材料有大黄瓜、珊瑚菇、红椒、姜片，调味料有盐、香菇精、胡椒粉。大黄瓜，这是大黄瓜，对对对，这个珊瑚，珊瑚菇，珊瑚菇这好像一般的这个市场你可能买得到吗？比较难买到了，应该我们第一般南北货就可以了哈，南北货就可以。好，这个没问题，这个珊瑚菇了哈，加一点香菇的颜色，小柳菇嘛，小香菇，小冬菇，小冬菇，这个是。枸杞，对，是枸杞。好，那这个材料非常简单，怎么样来做呢？非常简单，那更简单。好，我想这个提供这个更这个简单的做法哈，因为刚刚这猪寿线哈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哈。好，这个首先这个大黄瓜去皮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会，不过这烤一阵哈，还得别来修心了哈。那刚刚丁言讲哈，这个假寿星哦，它除了说合乎这个我们政府推的这个三低二高之外哈，本身这个营养分也都非常够哈。那各位都知道这个三低哈，哪三低嘛哈，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要低钠盐、低油脂，还有低胆固醇。我想这个是素食哈，非常基本的啦哈，基本的。对。那二高呢，就是这个高纤纤维质很多蔬菜，还有这个高钙质。钙质非常多的东西我们素食非常多了，三低二高，这个是非常营养的东西的。好，来，我现在就把大黄瓜怎么样来切？基本上切粗的哈，粗的，而且看这个主厨哎，这个刀啊，这料的是，不是安尼切的哦，是稍微斜斜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镜头，安尼薄薄啊哈，安尼等下煮会较紧一点，盐好像也比较好看，对，也比较能够快熟，对，小心，哎呦。就是大黄瓜，大黄瓜。那其实这个我们在刚才啊，这猪寿线哈，一些物件哈，这搭配的是非常的简单哈。希望说，我们对天然的这个食材哈，然后煮出这个比较能够合乎大家口味的这个材料。好，大黄瓜切完就可以了，就准备了，可以准备了。我们的珊瑚菇呢，放下去，还有一些小冬菇，小冬菇